完，凭什么不经俺同意就给俺放还？凭什么生一胎就不让生了？凭什么？我不耐烦的说：“别哭了，这是国家政策。”他哭得更凶了，从被子里伸出头，脸色苍白，嘴唇乌青，头发上沾着几根麦秸草。什么国家政策？都是你姑姑的土政策。人家郊县就没这么严。你姑姑就想立功升官，怪不得人家都骂他。闭嘴！我说。 有什么话回家说去，一路哭嚎也不怕被人笑话。他猛地掀开被子坐起来，瞪着大眼问我：“谁笑话我？谁敢笑话我？”路上不断有骑自行车的人从我们身边过去。北风囚禁，遍地白霜，红日初升，人嘴里喷出的团团热气立即便在眉毛和睫毛上结成霜花。看着王仁美灰白干裂的嘴唇，乱蓬蓬的头发，直直的眼神。 我心中颇觉不忍，便好言抚慰：“好了，没人笑话你，快躺下盖好。月子里落下病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我不怕，我是泰山顶上一青松，抗炎寒、斗风雪，胸有朝阳。我苦笑一声，说：“知道你能，你是英雄。你不是还想生二胎吗？把身体搞坏了怎么生？”他的眼睛里突然放出了光彩，兴奋地说。 你答应生二胎了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五官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你作证。好，我作证。五官在前边瓮声瓮气的说：“他顺从的躺下，扯过被子蒙上头，从被子里传出他的话：小跑，你可别说话不算数！你要说话不算数，我就跟你拼了！”拖拉机到达村头小桥时，桥上有两个人吵吵嚷嚷的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 吵架的人，一个是我的小学同学袁腮，一个是村里的泥塑艺人郝大手。郝大手抓着袁腮的手腕子，袁腮一边挣扎一边嚎叫：“你放手，放手！”但任凭他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。五官跳下车，走上前去说：“爷们，这是怎么了？大清早的在这里较上劲儿了？”袁腮道：“正好，五官，你来评评理。” 他推着小车在前面走，我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过。本来他是靠左边，我从右边正好骑过去。但当我骑到他身后时，他却猛一调定，拐到右边来了。幸亏我反应快，双手一撒车把，蹦到桥上。要不连人带车子一块下去了。这天寒地冻的，摔不死也要摔残。可好，大叔反赖我把他的小车撞到了桥下。好大手也不反驳。 只是攥着袁腮的手腕子不放，我抱着女儿从车厢里跳下来，脚一着地，奇痛钻心。那天早晨可真是冷啊！我一瘸一拐地走上桥面，看到桥上有一堆花花绿绿的泥娃娃，有的破碎，有的完整。桥东侧河底冰面上躺着一辆破自行车，有一面黄色的小旗在车旁蜷曲着。 我知道这面旗上绣着“小半仙”三字，这人从小鸡神神叨叨，长大后果然不凡。他既能用磁铁从牛尾中取出铁钉，又能给猪狗驱势，而且还精通麻衣相术、风水堪舆易经八卦。有人戏称他“小半仙”。他顺着杆儿爬，才不缝了一面杏黄旗，将“小半仙”三字绣上，绑在自行车后货架上，骑起来猎猎作响，到集上插旗摆摊。 竟然生意兴隆。桥西边的冰面上歪斜着一辆独轮车，两根车把有一根断了，车梁两边的柳条篓子破了，几十个泥娃娃散落冰上，大多数破成碎片，只有几个看上去好像还完整无损。郝大手是脾气古怪的人，也是令人敬畏的人。他有两只又大又巧的手，他手里捏着一团泥，眼睛盯着你。 一会儿功夫就能把你活灵活现的捏出来。即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他也没有停止捏泥孩。他爷爷就是捏泥孩的，他父亲也捏，传到他这辈捏得更好了。他是靠捏泥孩卖泥孩挣饭吃的人，但也不完全是这样。他完全可以捏一些泥狗、泥猴、泥老虎等工艺简单、销路广阔的玩意儿，孩子们愿意玩这个。 泥塑艺人做的其实都是孩子买卖，孩子喜欢，大人才会掏钱买。但好大手只捏泥娃娃。他家里有五间正房，四间厢房，院子里还搭了一个宽敞的大棚子。他的屋子里、棚子里摆满了泥娃娃，有粉了面、开了眉眼的成品，有等待上色的半成品。他的炕上只留出了他躺的地方，其余的地方密密麻麻的排列着泥娃娃。 他已经四十多岁了，有一张通红的大脸，花白的头发，脑后梳着小辫，络腮胡须也是花白的。我们临县也有做泥娃娃的，但他们的泥娃娃是用模子刻出来的，所有的娃娃都是一个模样。他的泥娃娃是用手捏出来的，他的泥娃娃一个一模样，绝不重复。都说高密东北乡所有的娃娃都被他捏过，都说。 高密东北乡，每个人都能在他的泥娃娃里找到小时候的自己。都说他不到锅里没米时是不会感激卖泥娃娃的。他卖泥娃娃时眼里含着泪，就像他卖的是亲生的孩子。这么多泥娃娃被砸碎了，他心里一定很痛苦。他捏着圆脸的手腕子不放是有道理的。我抱着女儿走到他们面前。我当兵当久了，穿上便服就感到浑身不自在。 所以，即便去医院陪王仁美生孩子时，也穿着军装。一个抱着出生婴儿的年轻军官是很有力量的。我说：“大叔，你放了袁腮吧，他肯定不是故意的。”“是是是，大叔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”袁腮带着哭腔说：“您就饶了我吧。您的车把断了，篓子破了，我找人给你修。您的孩子跌碎了，我赔您钱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我说。” 也看在这个女孩的面子上，也看在我媳妇的面子上，你放开她，让我们开车过去。王仁美从车厢里探出身子，高声喊叫：“好大叔，您帮我捏两个娃娃，男的要一模一样的。乡里人都说，买好大手一个娃娃，用红绳拴着脖子，放在炕头上供奉着，生出来的孩子就跟你娃娃一个模样。但好大手的泥娃娃是不允许挑选的。” 临县那些卖你娃娃的，是将你娃娃摆在地上，一大片任人选；好大手的娃娃是放在车篓里，篓上盖着小被子。你去买他的娃娃，他先端向你，然后伸手从篓子里往外摸，摸出哪一个就是哪一个。有人嫌他摸出的娃娃不漂亮，他绝不给你更换。他的嘴角上带着几分悲苦的笑容，他不说话，但你仿佛听到他在对你说。 还有嫌自己孩子丑的父母吗？于是你再仔细端详他递给你的孩子，渐渐的就顺眼了。那孩子渐渐的就活了，有了生命似的。他从不跟你讲价钱，你不给他钱，他也不会跟你要；你给他多少钱，他也不会对你说个谢字。慢慢的，大家认为买他的泥娃娃，就如同从他那里预定了一个真孩子。越说越神。 说他卖给你的泥娃娃，如果是个女的，你回去必定生女的；他卖给你的是男的，你回去必定生男的。如果他摸出两个孩子给你，你回去就生双胞胎。这是神秘的约定，说破了也就不灵了。我媳妇王仁美这种人不可理喻，只有她才这么吆吆喝喝的，跟他要两个男孩。我们得知好大手卖娃娃的神秘传说时，王仁美已经怀了孕。 这是只有在没怀孕前才灵验。好大手真给我面子啊！他松开了袁腮，袁腮揉着腕子，哭丧着脸。我今天真是倒霉，一出大门就看到一条母狗对着我撒尿，果然应了验。好大手弯下腰，把那些破碎的泥娃娃捡起来，放在衣襟里兜着。他站在桥边，为我们让开道路。他的胡须上结着霜花，脸上表情肃穆。 生了个什么？元腮问我。女孩，没关系，下一个是儿子，没有下一个了，不用愁。元腮眨着眼睛，诡秘地说：“到时候哥们帮你想办法。”第四章，狗年正月初一是我女儿出生第九日，按照乡俗，这是隆重庆典，亲戚朋友都来。头天就把五官袁腮找来。 让他们帮助借桌椅板凳、茶壶茶碗、杯盘碟筷。粗略算了一下，男女宾客将近五十人。东西两厢房各摆两桌，招待男宾；母亲炕上摆一桌，招待女宾。我自己列出一个菜谱：每桌八两碟、八热盘，最后一盆汤。袁腮看罢，笑道：“兄弟，你这一套不行。你请的是一群农民。” 个个都是麻袋肚子，这点东西刚够填牙缝的。你听我的，别弄这么多样数，只管大块肉、大碗酒的往上招呼庄户人赴宴，好的就是这个。你弄得那么精致，一人一筷子就没了，没得吃，干候着，那可就丢了大丑了。我承认袁腮说的有道理，让五官去集上扛回五十斤猪肉，肥瘦参半，提回十只烧鸡。 是那种又肥又大的肉食鸡，我自己去卖豆腐的王环家订了四十斤豆腐，让袁腮去买了十颗大白菜、十斤粉条、二十斤白酒。王仁美娘家送来二百个鸡蛋。王仁美的爹，也就是我岳父，过来看了我背下的东西，满意的说：“贤婿，这就对了。你们家一向小气，被人耻笑，这次你要改改门风，大方点。” 让他们一个个捧着肚子回去干大事的人就得有大气魄。客人到了将近一半时，突然发现忘了买烟，忙打发五官去供销社购买。陈鼻和王胆带着孩子进来，五官指指陈鼻手提的礼物，喜道：“不用买了。”陈鼻近年来发了财，成了村子里有名的万元户。他先是跑深圳，从那边滚来电子手表。 卖给那些好感时髦的青年，后来又跑济南，从一个烟厂熟人那里以批发价趸来香烟，让王胆去集市上零售。我在集市上看到过王胆卖烟的情景，他胸前挂着一个设计巧妙、合起味香、展开为暗的卖烟器，里边摆着香烟。他身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兰花布小棉袄。 身后背着一个用棉斗蓬裹的、只露着鼻眼的胖大婴儿，不论是知道他的人，还是不知道他的人，都会对他投以关注的目光。当地人都知道他是烟贩陈鼻的妻子，是背后那个胖大婴儿的母亲。外地人会以为这个背着妹妹卖香烟的小姑娘真可怜，真好看。买她香烟的人基本上都是同情她的人。 陈鼻穿着一件硬邦邦的猪皮夹克，里边套着一件粗线高领毛衣。他脸色赤红，下巴刮得乌青，高大的鼻子，深陷的眼窝，灰眼珠，头发卷曲，五官说：“大款来了。”“什么大款？”陈鼻说，“小商贩一个。”原塞道：“塔瓦里西，中国话说得很好嘛。”陈鼻扬扬手中的纸包，道：“我拍死你。” 是烟吧？袁腮道：“客人们正嚷着要烟抽呢。”陈鼻将手中纸包投向袁腮，袁腮接住，揭开，露出四条大鸡排香烟，果然是做大买卖的，出手大方。袁腮道：“袁腮，你这张嘴哟。王胆细声细气的说：“死人也能让你说的跳迪四克。”哎呦，嫂子，失敬。袁腮道。 今日怎么没让陈鼻抱在怀里呢？我豁了你的嘴！王胆挥动着一只小手，气哄哄地说：“妈妈抱抱。”原本是跟在王胆身后，长得已跟王胆差不多高的陈儿转到前边来哼唧着：“陈儿。”我弯下腰去把他抱起来，说：“让叔叔抱抱。”陈儿哇的一声哭了。陈鼻把陈儿接过去，拍打着他的屁股，说：“儿儿，别哭。” 你不是要来看解放军叔叔吗？陈儿伸出手找王胆，这孩子认生。陈鼻将孩子递给王胆，说：“刚才还哭着闹着要来看解放军叔叔呢。”这时，王仁美敲打着窗棂喊：“王胆，王胆，快来呀！”王胆抱着陈儿，像小狗叼着个大玩具，有几分滑稽，又有几分庄严。他的小腿紧挪着。 像卡通片中的小动物在奔跑，这小姑娘太美丽了。我说，简直像个洋娃娃。苏联人下的种哪能不美丽？袁腮挤眉弄眼的说：“比哥，你可真够忍心的，听说一宿也不让嫂子闲着。”陈鼻道：“闭嘴吧。”袁腮道：“爱护着点用啊，你还得用他生儿子呢。”陈鼻踢了袁腮一脚，道。 我不是让你闭嘴吗？袁腮笑着说：“好好闭嘴。”不过真是羡慕你们，结婚这么多年了，还是天天抱着亲啊啃啊，可见这自由恋爱的和包办婚姻就是不一样。”陈鼻道：“各家有各家的难处，你知道个屁！”我拍拍陈鼻微微填起的肚子，道：“将军肚都出来了，生活好了吗？”陈鼻说。 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，这要感谢华主席。袁塞道：“我看得感谢毛主席。”陈鼻道：“他老人家要不是主动死了，一切还是照旧呢。”这时又有客人到来，大家都站在院子里听我们说话。原本已在厢房里坐定的客人见外边热闹，也都走了出来。我舅家小表弟金修挤到陈鼻身边，仰着脸说：“陈大哥。” 我们村都把您传神了，陈皮摸出一盒烟，扔给我小表弟一支，自己点上一支，将双手往皮夹克鞋兜里一插，很有派头的说：“说说看，传我什么了？都说你只带了十块钱就坐飞机去了深圳。”小表弟搔搔脖子说：“说你跟在一个苏联代表团后边，大模大样的，那些小姐们以为你是代表团成员，一个劲儿的给你鞠躬，你就对他们说‘哈拉少，哈拉少’。” 说你到了深圳，跟着苏联代表团住进了豪华酒店，大吃大喝了三天，白得了一大堆礼物。然后你将礼物拿到大街上卖了，换成二十块电子表，回来卖了，有了本钱，就这样倒腾了几次，您就发了。陈鼻摸摸自己的大鼻子，说说接着往下编啊。小表弟道：说你去了济南，在大街上闲逛，遇到一个老头在大街上哭，你上去问。 大爷哭什么？老头说：“出去转圈，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你把老头送回家。”老头的儿子是济南卷烟厂的供销科长，看到你这人心好，就与你拜了把兄弟。这样，你就能按批发价买到香烟。陈鼻哈哈大笑，小爸说：“小兄弟，这不是编小说吗？我实话对你说，飞机我确实坐过那么几次，但都是花钱买了票。” 济南烟厂也确实认识几个朋友，但他们卖给我的烟，也就是比市价便宜那么一点儿，一盒能赚三分钱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您是大能人，小表弟由衷地说：“俺爹让我拜您为师呢。”真正的大能人在这里呢。陈鼻直指原塞，说：“这人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五百年前的事他全知道，五百年后的事他知道一半。你应该拜他为师。” 袁大哥也了不起，小表弟说：“袁大哥在我们夏庄集上摆摊算卦，号称半仙。”我大娘家的老母鸡丢了，袁大哥掐指一算，说：“压走水盐，鸡走草边，草窝里去找吧。”果不其然，就在草窝里找到了。陈皮道：“他岂止是会算卦，他会的本事多了去了。他随便教你一手，就够你吃喝一辈子。”五官道。 磕头拜师，不敢不敢，我干这些事都是上不了台盘的下九流的营生。你应该学你表哥去当兵、当军官，或者考大学、上大学，这样你才能走上光明大道，成为上等之人。袁腮指指自己的鼻子，又指指陈鼻的鼻子，说：“包括他，干的都不是堂堂正正的事业。我们是没有办法了，才干这个。” 你年纪轻轻的，不要跟我们学。”小表弟固执地说，“你们这才叫真本事呢，当兵、考大学都算不上真本事。”陈鼻道：“好，小兄弟，你有自己的想法，很好。到时候咱们一起干。”我问武官：“王干怎么没来？”武官说：“他呀，肯定是跑到卫生院站岗去了。”这兄弟真是鬼迷心窍。陈鼻道：“三匹马也拉不回转。” 他家的宅子不对，袁塞神秘地说：“大门口的位置不对，厕所的位置也不对。十几年前我就对你岳父说过，必须立即改门口、挪厕所，否则必出神经病。”你岳父以为我咒他，提着鞭子要抽我。怎么着、啊？应验了吧？他自己拄着根棍子，弯着腰，得空就往卫生院跑去耍死狗、装无赖，不是神经病是什么？王干更好。 地到一个农民，却长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脑袋，被那满脸粉刺的小狮子迷得魂不附体，基本上也是神经病。我说好了，各位亲朋，不听袁塞胡咧咧，入席入席吧。袁塞道：“咱们公社大院的风水也不好，从古到今，衙门口朝南开，可咱们公社大门口朝北开，正对着大门口的就是屠宰组，整天白刀子。” 晋红刀子出血肉模糊，煞气太重。我去公社反映，他们说我搞封建迷信，差点将我扣起来。现在怎么着？老书记秦山得了偏瘫，他弟弟秦河是老牌的神经病。新来了一个邱书记，带着十几个人去南方考察，出了车祸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几乎全军覆没。风水是大事，不怕你硬，再硬你也硬不过皇上吧。 皇上也得讲风水入席，我说着，同时拍了元塞一把，道：“大师，风水很重要，吃饭喝酒也很重要。公社大门口要是不改，接下来还得出神经病，还得出大事。”元塞道：“不信，咱就走着瞧。”第五章，王干单练小狮子，做出了许多古怪的事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，成为人们耻笑的对象。但我从不耻笑他。 我心中充满对他的同情和敬重，我认为他是一个既生不逢时，又生不逢地的天才，一个用情专一，如果机缘凑巧足，可以谱写出传唱千古的爱情诗篇的情种。当我们尚在孩提，对男女情事还处于懵懂状态时，王干就情窦初开，爱上了小狮子。我记得多年前他那句感叹：“小狮子真美丽呀、啊。”客观的讲。 小狮子实在不美丽，甚至连好看都算不上。我姑姑曾试图把她介绍给我，我以她是王甘的梦中情人为借口婉拒。实际上，我是看不上她，但她在王甘眼里是天下第一美人。说文雅点，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；说粗俗点，这叫王八丑绿豆看对眼了。王甘将第一封写给小狮子的情书投进邮箱之后。 心情非常激动，将我拉到河堤上，对我畅叙情怀。那是一九七零年夏天，我们刚从农业中学毕业。河里洪水滔滔，水面上漂浮着庄稼秸秆、动物尸体，有一只孤独的海鸥默默,默地飞行着。河边的纹水中，王仁美的父亲坐在那儿钓鱼，我们的师弟李守蹲在一边观看。要不要告诉李守？他是小孩子。 不懂，我们爬上了生在河堤半腰上那棵老柳树，并排坐在一根伸向河面的树杈上，树枝下垂到水中，在水面上激起一道道瞬息万变的波纹。什么事？快说！你先发誓替我保守秘密。好，我发誓。如果我泄露了王干的秘密，就让我掉到河里淹死。我今天，我终于将寄给他的信投进了邮筒。 王甘脸色苍白，嘴唇颤抖着说：“给谁的信呀？这么庄严，是写给毛主席的吗？你想到哪里去了？”王甘道：“毛主席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是写给他的。他，他是谁呀？”我着急的问：“你发过誓了，永不泄露我的秘密，永不泄露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别卖关子了。他，他呀。” 王干双眼放射着奇异的光芒，心驰神往地说：“她就是我的小狮子，你给她写信干什么？要娶她做老婆吗？功利，太功利了！”王干动情地说：“狮子，我最亲爱的小狮子，我愿意用我年轻的生命，全力以赴地热爱着的小狮子，我的亲人，最亲的人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已经在你的名字上吻了一百遍，我感到身上一阵阵发冷，胳膊上爆出了一层鸡皮疙瘩。” 王干显然是在背诵他的信，双手搂着树干，脸贴在粗糙的树皮上，眼睛里闪烁着泪花。自从我在小跑家第一次见到你之后，我就被你迷住了。从那一刻起，直到现在，直至永远，我这颗心就全部属于你了。你如果想吃我的心，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扒给你。我迷恋你绯红的脸庞、生动的鼻头、娇嫩的双唇、蓬松的头发。 亮晶晶的眼睛，迷恋你的声音、你的气味、你的笑容。你一笑，我就感到头晕目眩，恨不得跪在地上抱住你的双腿，仰望你的笑脸。王师傅将鱼竿猛地往后一抡，亮晶晶的钓线弹出一串串水珠，在阳光中闪烁，宛若珍珠。钓钩上挂着一只茶碗口大小、浅黄色的小鳖，猛地砸在河堤上。那只小鳖大概被摔晕了，仰面朝天。 露出白色的肚腹，蹬摆着四只小爪，既可怜又可爱。李守欢呼着，别，小狮子，我最亲爱的人，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，出身低贱，而你是妇科医生，吃商品粮，咱俩的社会地位相差悬殊。你对我也许根本不屑一顾，也许读罢我的信后，会从你那可爱的小嘴里发出一声冷笑，然后把我的信撕成碎片。你或许。 收到我的信后，连看都不看就扔进垃圾篓里。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亲爱的，最最亲爱的，只要你接受了我的爱，我就如同猛虎插上了翅膀，骏马配上了雕鞍，我就会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，就像打了一针小公鸡的血，精神抖擞，意气风发。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会有的，我相信在你的鼓励下，我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，成为一个吃商品粮的人，与你站在一起。哎，你们俩在树上干什么？ 朗读小说吗？李守发现了我们，大声问：“如果你不答应我，最亲爱的，我不会退却，不会放弃，我会默默地追随着你。你走到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。我会跪在地上亲吻你的脚印，我会站在你窗前注视着室内的灯光，从它亮起到它熄灭。我要把自己变成一根蜡烛，为你燃烧，直至燃尽。最亲爱的，如果我为你吐血而死，你如果能开恩。” 到我坟头前看一眼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如果你能为我流出一滴眼泪，我就死而无憾。你的眼泪，最亲爱的，就是让我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。我胳膊上的鸡皮疙瘩消失了，我的心渐渐被他的痴情朗诵所感动。想不到他竟会爱上小狮子，而且爱得如痴如醉。想不到他竟然有这么好的文采，竟然能把一封情书写得如泣如诉。 也就是在那一刻，我感到青春的大门对着我隆隆敞开了。王干是我的引路人，虽然那时我不懂爱情，但爱情的灿烂光华吸引着我奋不顾身的扑上前去，犹如投向烈火的飞蛾。你这样爱他，他也一定会爱你的。我说：“真的吗？”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，眼睛闪烁着光芒，说：“他真的会爱我吗？”“会的。” 一定会的，我用力回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如果实在不行，我替你找我姑姑去说媒，他最听我姑姑的话。”“不要，千万不要！”他说：“我不希望借助任何人的力量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我要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赢得他的心。”李守仰着脸问我们：“你们俩在上边搞什么鬼名堂？”王师傅抓起一把泥对着我们头上来：“别吵吵！” 把鱼都给我吓跑了。从河的下游驶上来一艘七成红蓝双色的铁皮机动船，船上的机器发出急促的“波波”声响，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焦灼和恐慌。河水湍急，船逆流而上，行进迟缓。船头激起很大的白浪花，两道田城般的细浪从船体两侧分开，然后又渐渐合拢。 河面上浮动着淡蓝色的烟雾，一股燃烧柴油的气味扩散至我们唇边。十几只灰色的海鸥跟随着小船盘旋飞翔。这是公社计划生育小组的专用船，也是姑姑的专用船。当然，小狮子也在船上。为了防止汛期石桥淹没、两岸交通隔断时发生违规怀孕以及其他料想不到的问题。 为了保持我们公社不发生一起超计划生育，为了这面计生战线上鲜艳的旗帜，县里特意为姑姑配备了这艘船。船上有一个小小的舱，舱里有两排附着人造皮革的座位。船尾装着一台十二马力的柴油机，船头安装着两个高音喇叭。喇叭里播放着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歌曲，那是一首湖南民歌，旋律优美悦耳动听。 船头拐了一个弯，向我们村子靠拢。音乐声突然停止，片刻寂静，机器声愈加刺耳。突然响起了姑姑嘶哑的声音：“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，人类要控制自己，做到有计划的增长。”从姑姑的船在我们视线里出现那一刻开始，王干便不言语了。我看到他的身体在颤抖，他半张着嘴，湿漉漉的眼睛紧盯着船。 越过中流的瞬间，船体倾斜，王干嘴里发出惊呼，身体紧张，仿佛随时要跳下河去。船在上流缓水中掉过头，轻快的向我们驶过来。柴油机的鸣叫声平稳而均匀。姑姑来了，小狮子来了。驾驶机动船的是那个我们都熟悉的人——秦河。文革后期，他哥恢复了公社书记职务。 有一个在集市上乞讨的弟弟，不管他的乞讨方式是如何高雅，也让书记脸上无光。据说兄弟俩进行了谈判，秦和提出了一个古怪的要求，安排我到公社卫生院妇科工作。你是个男人，如何到妇科工作？有很多妇科医生都是男人，你不懂医术，我为什么要懂医术？就这样，他成了这艘计划生育工作船的专职驾驶员。 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，这个人一直跟随着姑姑。有船可开的日子里，他开船；无船可开的日子里，他坐在船上发呆。他的头发依然中分着，像那些电影里常见的五四青年。剩下的天气，他依然穿着那身厚华达那的蓝色学生制服，口袋里依然插着两支笔：一支钢笔，一支双色圆珠笔。他的脸色似乎比我上次见时黑了一些。 他手握方向盘，让船体慢慢地向河边靠拢，向这棵歪脖子老柳树靠拢。柴油机转速减缓，高音喇叭里放出的声音更加高亢，震动的我们的耳膜嗡嗡作响。在歪脖子柳树西侧，有一个根据公社指示专为停泊寄生船而搭建的临时码头，四根粗大的木头立在水中，木头上用铁丝绑着横木。 横木上扶着木板，秦河用绳子固定好船只，站在船头上。机器声停止，喇叭声停止，我们重新听到了河水的喧哗与海鸥的尖叫。第一个从船舱中钻出的是姑姑，船体摇摆，她的身体摇晃。秦河伸出一只手想去扶持她，但被她拨开了。姑姑纵身一跳，上了木码头。她的身体虽已发福。 但行动依然矫健。我看到姑姑额头上有一圈绷带，发出刺目的白光。第二个从舱中钻出来的就是小狮子，他身体矮胖，背着一个巨大的药箱，显得身体更矮。他虽然比姑姑年轻许多，但动作比姑姑笨拙。就是他让王干搂着树干，脸色苍白，眼睛里盈满泪水。 第三个从船舱里钻出来的是黄秋雅，几年不见，他的腰已佝偻，脑袋前探，双腿弯曲，动作迟缓。他站在船上，身体摇晃着，双手挥舞着，仿佛随时都会跌倒。看样子他也要上岸，但他的腿难以完成从船头到木码头的一跨。秦河冷冷地看着，不施援手。他弯腰，伸出两只手。 像大猩猩一样抓住木码头的边缘。这时，姑姑粗声粗气地说：“老黄，你在船上待着吧。”姑姑没有回头，继续发布命令：“好好看着他，别让他跑了。”姑姑的命令显然是对秦河和,和黄秋雅二人而发，因为我看到秦河立即弯腰往舱中探看。这时，我听到了从船舱中传出一个女人低低的抽泣。姑姑上了岸。 大步流星，沿着河堤东去。小狮子一溜小跑，方能跟上姑姑的步伐。我看到了姑姑额头的血染红了绷带，她脸上肌肉僵硬，目光犀利，面部的表情坚毅，也似乎是凶狠。当然，王干看不到我姑姑，他的目光追随着小狮子，他嘴角哆嗦不止，口里念念有词。我有点可怜他，但更多的是感动。 那时我远不能理解，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，竟然会神魂颠倒成那般模样。事后我们知道，姑姑的头是在那个解放前出过很多土匪、民风凶悍的东风村，被一个已经生了三个女孩、妻子又怀了四胎的男人用棍子打破的。此人姓张名权，生着两只牛眼，家庭出身好，是村子里无人敢惹的强悍。东风村所有育龄妇女生过二胎的。 如果有男孩，大都已结扎；如果二胎都是女孩的，姑姑说他们充分考虑到了农村的实际情况，不强行结扎，但必须代还。生过三胎的，即便三胎全是女孩，也必须结扎。全公社五十多个村庄，只有这张全的老婆既不结扎，也不放还，而且还怀了孕。姑姑他们冒着大雨，驾船至东风村时，就是要把这张全之妻。 动员到卫生院做人工流产手术。姑姑的船还在途中时，公社党委书记秦山就打电话给东风村的支部书记张金牙，下达了死命令，让他动员一切力量，可以动用一切手段，把张全七弄到公社流产。姑姑说，那张全手持一根带刺的槐木棍子，把守门户，两眼通红，疯狂叫嚣。张金牙和村里的民兵远远地围着。 但无人敢近前。那三个女孩都跪在门口，用仿佛事先编好的词儿，一把鼻涕一把泪水，齐声哭喊着：“好心的大爷、大叔、大娘、大婶子、大哥、大姐姐们，饶了俺娘吧！俺娘有严重的风湿性心,心脏病，一做人流非死不可。俺娘一死，俺们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。”姑姑说：“张全导演的苦肉计效果很好，围观的女人们有许多流了眼泪。” 当然也有许多不服气的，那些生了二胎就被放环的，那些生了三胎就被结扎的，都为张全家怀了四胎而愤愤不平。姑姑说：“一碗水必须端平。如果让张全家的第四胎生出来，我会被那些老娘们活剥了皮；如果让张全家得逞，红旗落地是小，计划生育工作无法进行是大事。”姑姑说：“所以我一挥手。” 带着小狮子和黄秋雅对着张全走过去。小狮子这孩子有胆有识，对我忠诚，冲上前去要替我挡棍子，被我拨拉到身后。黄秋雅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搞点技术还可以，真到了刺刀见红的关口，骨头都吓酥了。姑姑对着张全大踏步前进。他骂我的话，那可是太难听了。姑姑说：“对你们重复。” 脏了你们的耳朵，也脏了我的嘴。当时我心硬如铁，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。张全，随你骂吧，婊子、母狗、杀人魔王，这些侮辱性的称号我照单全收。但是你老婆必须跟我走。去哪里？公社卫生院。姑姑直视着张全那张狰狞的脸，一步步逼近。那三个女孩哭叫着扑上来，嘴里都是脏话。 两个小的每人抱住姑姑一条腿，那个大的用脑袋碰撞姑姑的肚子。姑姑挣扎着，但那三个女孩像水蛭一样附在她的身上。姑姑感到膝盖一阵刺痛，知道是被那女孩咬了，肚子又被撞了一头。姑姑朝后跌倒，仰面朝天。小狮子抓住大女孩的脖子，把她甩到一边去，但那女孩随即扑到她身上，依然是用脑袋撞她的肚子。 小狮子腰带上的铁环扣碰到女孩的鼻子，鼻子破了，流血。女孩把脸一抹，恐怖与悲壮并生。张全加倍疯狂，冲上来要对小狮子下狠手。姑姑一跃而起，纵身上前，插在小狮子与张全之间。姑姑的额头替小狮子承受了一棍，姑姑再次跌倒。小狮子大喊：“你们都是死人吗？”张金牙带着民兵一拥而上。 将张全按倒在地，反剪了双臂。那三个女孩还想反动，也被村里的妇女干部一一按住。小狮子和黄秋雅打开药箱，为姑姑包扎。一圈绷带，又一圈绷带，血从绷带里渗出。又一圈绷带，姑姑头晕耳鸣，眼冒金星星，事物皆血红。所有的人脸都像公鸡冠子一样，连树都是红的。 像一团团扭曲向上的火焰。秦河闻讯从河边过来，一看姑姑受伤，他顿时成了木头人。片刻，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。众人上前扶持他，奋拨开醉汉似的摇晃着上前，捡起那根沾着姑姑血的棍子，朝向张全的脑袋抡去。住手！姑姑大喊。姑姑挣扎着站起来，呵斥秦河：“你不在河边看护船只。” 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添乱！秦河满脸尴尬，丢下棍子，往河边走去。姑姑推开扶持他的小狮子，走到张泉面前。这时，秦河放声大哭，一步步往河边走。姑姑连头都没回，目光直逼张泉张泉嘴里还是草草的骂，但目光里已显出怯懦。姑姑对拧着他的胳膊的民兵说：“放开他。”民兵有些犹豫。 姑姑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放开他，把棍子给他。”姑姑说：“一位民兵拖过棍子，扔到张全面前。”姑姑冷笑着说：“捡起棍子来。”张全嘟哝着：“谁要感觉我张全的厚，我就跟谁拼命。”好，姑姑说：“算你有种。”姑姑指着自己的头说：“往这里打，打呀！”姑姑往前跳了两步。 高声叫道：“我万心，今天也豁出这条命了！想当年小日本用刺刀逼着我，姑奶奶都没怕，今天还怕你不成？”张金牙上前搡了张全一把，道：“还不给万主任道歉？我不用他道歉。”姑姑说：“计划生育是国家大事，人口不控制，粮食不够吃，衣服不够穿，教育搞不好，人口质量难提高，国家难富强。” 我万心为国家的计划生育事业献出这条命也是值得的。小狮子道：“张金牙，你赶快去打电话，让公安局派人来。”张金牙踢了张全一脚，道：“跪下，给万主任赔罪。”不必。姑姑说：“张全，就凭你打我这一棍，可以判你三年，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愿意放你一马。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，一条是……” 让你老婆乖乖的跟我们走去卫生院做人流，我亲自上台给她做，保她安全。一条是送你去公安局，按罪论处。你老婆愿意跟我去最好，不愿意去，姑姑指指张金牙和钟林兵，你们负责把他弄去。张全蹲在地上，双手抱着头，呜呜的哭着说：“我张全三代单传，到了我这一代，难道非绝了不可？老天爷，你睁睁眼吧！”这时。 张全的老婆哭着从院子里出来，他头上顶着乱草，显然是在草垛里躲藏过。他说：“万主任，开恩吧，饶了他吧，俺跟你走。姑姑和小狮子沿着我们村后河堤向东，应该是去大队部找干部了解情况吧。”但就在他们走下河堤，进入通向大队部那条胡同时，船舱里那个女人张全的老婆钻出来，纵身跳入河中，秦河跟着跳下去。 但他不识水性，跳下去立即沉了底，好不容易冒出头，接着又沉下去。黄秋雅尖声高叫：“救命啊！救命！”我们在树上看到姑姑与小狮子从胡同里折返回来，跑上河堤。王干从树上纵身一跃，动作潇洒如鱼入水。我们在河边长大，学会走路的同时就学会了游泳。这棵歪脖子柳树。 好像是专为我们练习跳水而生。我希望小狮子看见了王干那潇洒一跳。我紧随着王干跃进水中，李守也从河边跳下水。我们应该先去救那孕妇，但那孕妇不见踪影。秦河这可怜虫就在我们面前，他身体翻腾着，宛如一根滚油锅里的油条。王师傅大声提醒我们：抓他的头发，避开他的手。 王干游到他的身后，伸手抓住了他的大分头。他的头发真好啊！王干事后对我说：“像马鬃一样。”王干的水性是我们当中最好的，他可以双手举着衣服横渡河流，到对岸后衣服上不沾一个水点。在梦中情人面前展露勇气，这是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呀、啊！我和李守一左一右护卫着他，直到他将秦河拖到水边。 姑姑和小狮子跑到，姑姑恼怒的问：“这个呆子跳下去想干什么？”秦河趴在河边，哇哇的往河里吐水。黄秋雅哭着说：“是张全的老婆跳了河，他跳下去救。”姑姑脸色大变，目光投向河面：“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跳下去就没了影子。”黄秋雅道：“我不是让你好好看着他吗？”姑姑跳上船。 懊恼地说：“你简直是个死人，你要负责任！开船，开船！”小狮子手忙脚乱地发动机器，但怎么也打不着火。姑姑大叫：“秦河，赶快来发动机器！”秦河抖抖颤颤地站起来，弯着腰，喷出一腔水，又扑的跪倒。小跑，王干，你们快帮着救人啊！姑姑大喊着：“我重赏你们！” 我们把目光投向水面，仔细搜索着。河面宽阔，浊流滚滚，水面上漂浮着大团的泡沫和乱草。这时，李手指着在河边缓流中慢慢向前飘动的一块西瓜皮，说：“看那里，那西瓜皮顺水漂流，但不时脱离水面，露出女人的脖颈和乱发。”姑姑一屁股坐在船舷中，长舒了一口气。 然后哈哈大笑起来。我们正准备跃入水中救人，姑姑大喊：“别急！”姑姑问小狮子：“你会浮水吗？”小狮子摇头。看来要做一个称职的计划生育工作者，不仅要学会挨打，还要学会浮水。姑姑笑，指着那块沉浮的西瓜皮道：“你看看他浮得多好啊！他把当年游击队员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用上了呀。” 秦河弓着腰爬上船，他浑身滴水，大分头如一团乱草，脸色灰白，嘴唇乌青。姑姑下令开船，秦河用摇把子摇着了柴油机，他可能头晕，身体不稳，干呕几声，吐出一滩泡沫。我们帮他解开拴在码头上的绳子。姑姑说：“你们上船。”我可以想象王干的激动，坐在船舷上。 他的身体紧挨着小狮子，我看到他的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十根手指神经质的颤动着。隔着那件因湿而贴在身上的汗衫，我清楚的看到他的心脏在跳动，好像一只被关在笼中的野兔碰撞着栅栏。他的身体僵硬，一丝儿也不敢动。那个胖姑娘小狮子浑然不觉，只顾盯着那块漂浮在前方的西瓜皮。 秦河将船头往外一别，船沿着近堤的缓流前行，机器声平缓。李守站在他身边，观察着他的动作，好像一个学徒。姑姑说：“慢慢的开，对，再慢点。”船头距离那块西瓜皮大约五米时，柴油机油门降到了再小就要熄火的程度。这时，我们已清楚的看到了西瓜皮遮掩下的那孕妇的头颅。 真是好水性，姑姑说，怀孕五个月了还能游得这样好。姑姑命令小狮子进舱去放广播，小狮子应声立起，弯腰钻进船舱。王干的身侧似乎出现了一片无边的虚空，他脸上的神情是那样痛苦与失落。他在想什么呢？他那封才华横溢的情书，小狮子是否收到了呢？正在我胡思乱想时。 船头上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来，尽管我知道喇叭要响，但听到这声音还是被吓了一跳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人口非控制不可。”喇叭一响，那孕妇便掀开了西瓜皮，从浑水中露出头来。她惊恐地扭头回望，然后猛地潜入水中。姑姑微笑着，示意秦河把船速再放慢点。姑姑低声道：“我倒要看看。” 这东风村的女人水性到底好到什么程度？小狮子从船舱里钻出来，挤到船头，焦急的张望着。真是天遂人愿啊！她丰满的身体又和王干靠在了一起，我甚至都有点嫉妒王干了。他瘦猴般的身体紧贴着小狮子，那么胖的，那么瓷实的肉啊！我猜测着王干的感受，他一定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柔软和温热。 一定能想到这里时，我的心扑通扑通的跳，我为自己的肮脏念头感到无比的羞耻，慌忙把视线从他们身体上移开，把手插进裤兜，狠狠的拧着自己的大腿。露头了，露头了！小狮子大叫着，那孕妇在离船头五十米远处露出了水面，他回头望望，身体浮出水面，双臂拨水，速度极快。 顺流而下，姑姑对秦河做了一个手势。柴油机轰鸣，船速加快，逼近孕妇。姑姑从裤兜里摸出一盒挤得瘪瘪的烟，剥开，抽出一支，叼在嘴上。又摸出一个打火机，扳动齿轮，比擦比擦的打火，终于打着。姑姑眯缝着眼睛，喷吐着烟雾。河上起了风，浊浪追逐前涌。我就不信！ 你还能游过一艘十二马力的机动船？高音喇叭又放出歌颂毛主席的湖南民歌《浏阳河》，拐过了九道弯，九十里水路到湘江。姑姑将烟头扔到水里，一只海鸥俯冲下来，叼起了烟头，腾空而去。高音喇叭哑了，唱片到头了。小狮子转头看姑姑，姑姑说：“不用了。”姑姑大喊：“耿秀莲，你能一直游到东海吗？” 那女人不回答，依然在奋力挥臂，但速度明显放慢。我希望你放明白点，姑姑说：“乖乖地上船，跟我们去把手术做了。”顽抗是死路一条，小狮子气汹汹的说：“你即便能游到东海，我们也能跟到你东海。”那女人大声哭泣起来，她挥臂击水的动作更慢，一下比一下慢，没劲了吧？小狮子笑着说。 有本事你游啊！鱼狗扎猛子，青蛙打扑通啊！此时，那女人的身体已在渐渐下沉，而且空气中似乎散发着一股血腥味。姑姑探身观察着水面，大喊一声：“不好！快超过他！”姑姑命令秦河，接着命令我们跳下去拖住他。王干飞身入水，我与李手紧跟着。秦河将船头斜了一下，从那女人身侧驶过去。 我和王干靠近那女人，我伸手提住她的左臂，她的右臂就像章鱼的长腿一样抡过来，将我摁入水中。我喊叫着，猛地呛了一口水。是王干揪住了她的头发，猛力往上提；是李守抓住她的肩膀，用力往上提，才使我露出水面。我眼前一阵昏黄，剧烈的咳嗽着。船在我们前面，秦河将油门减小。 我的肩膀撞在了船上，那女人的身体也撞在了船上。姑姑他们从船舷边伸出手，有的扯住那女人的头发，有的拽着她的胳膊。我们在下边拖着她的屁股，拖着她的腿，一阵乱七八糟吆喝，几股子合力，终于将那女人弄到了船上。我们都看到了那女人腿上的血。你们不用上船了，自己游上岸吧。姑姑对我们说罢，急火火地命令秦和快调转船头。 快快！尽管姑姑他们使用了最好的药，做了最大的努力，但耿秀莲还是死了。第六章，部队领导向我出示了一份加急电报，说我的妻子王仁美怀了第二胎。领导严肃的告诉我：“你是党员干部，既然已经领了独生子女证，每月还领取独生子女补助费，为什么又让妻子怀了第二胎？”我茫然无措。领导命令我立即回去。 坚决做掉！我的突然出现让家里人吃了一惊。两岁的女儿躲在奶奶背后，畏惧的看着我，怎么冷不丁的就回来了呢？母亲心事重重的问我：“出差顺便路过，燕燕，这是你爸爸呀，快叫爸爸！”母亲把女儿往前推，说：“这孩子，你不回来，天天念叨着找爸爸，爸爸真回来了，倒怕了。” 我伸出手，握着他的胳膊，试图抱他，他哇的一声哭了。母亲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天天担惊受怕，藏着掖着，这不还是透了气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我恼火地问：“他不是一直戴着环吗？”这事儿，母亲说他显了形后才告诉我。投着你回来探亲，他就去找袁腮把环取出来了。袁腮这个杂种！我恨恨地骂着。 他不知道这是犯法吗？你可千万别去告人家。母亲道：“是人美央求了人家许多次，后来又托了王胆去说情，他才给取的。太危险了！”我说：“袁塞是个敲猪烟狗的，竟敢给人取环，万一弄出点事儿来怎么办？”好多人找他取呢。母亲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听你媳妇说，他技术好得很，用一根铁钩子几下就勾出来了，真是不要脸。” 我说啊，你别多心。母亲看看我的脸色，道：“是王胆陪着他一起去的。取环时，袁腮戴着口罩、墨镜、橡胶手套。那铁钩子先用酒精擦了，又用火燎了,了，保证无毒。你媳妇说，根本不用脱裤子，只把裤裆剪一个洞就行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跑啊！母亲忧伤的说：“你大哥、二哥都有儿子，唯你没有，这是娘的一块心病。我看。” 就让他生了吧，我也愿意让他生，但谁能保证就是个男孩呢？我看像个男孩。母亲说：“我问燕燕，燕燕，你娘肚子里是个弟弟还是妹妹？”燕燕说：“弟弟。”小儿语灵验着呢。再说了，就是在生个女孩，燕燕长大后也有个依靠。一个女孩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？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两眼一闭，啥都不知道了。 我这是替你想呢，娘啊！我说部队有纪律，要是生了二胎，我就要被开除党籍、撤销职务、回家种地。我奋斗了这么多年才离开庄户地，为了多生一个孩子，把一切都抛弃，这值得吗？母亲道：“党籍、职务能比一个孩子珍贵？有人有世界，没有后人，即便你当的官再大，大到毛主席老大，你老二又有什么意思？” 毛主席早去世了，我说，我还不知道毛主席早去世了。母亲说，我是打个比方呢。这时大门声响，艳艳高叫着：“娘，俺爸爸回来了！”我看着女儿挪动着小腿，跌跌撞撞的向王仁美奔去。我看到王仁美身穿着我当兵前穿过的那件灰夹克，肚子已经填出，他臂弯挎着一个红布包袱。 里边露出花花绿绿的布头，他弯腰抱起女儿，夸张的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小跑，你怎么回来了呢？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呢？”我没好气的说：“你干的好事！”他的不满，蝴蝶般的脸变白了，转瞬又涨得通红，大声道：“我做什么了？我白天下地劳动，晚上回家带孩子，没干一丁点对不起你的事，你还敢狡辩？”我说。 你为什么瞒着我去找袁塞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叛徒、内奸！王仁美放下孩子，气哄哄地走进屋里。小凳子绊了他一下，他一脚将小凳子踢飞，骂道：“是哪个丧了天良的告诉你的？”女儿在院子里大哭着，母亲坐在灶边垂泪。你不要吵，也不要骂，我说乖乖的跟我去卫生院做了，啥事也没有。你休想！ 王仁美把一面镜子摔在地上，大声喊叫着：“孩子是我的，在我的肚子里，谁敢动他一根毫毛，我就吊死在谁家门槛上！”“跑儿啊，咱不当那个党员了，也不当那个干部了，回家种地不也挺好吗？现在也不是人民公社时期了，现在分田单干了，粮食多得吃不完，人也自由了。我看你就回来吧，不行，坚决不行！”王仁美在屋子里翻箱倒柜。 噼里啪啦的响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。我说，涉及到我们单位的荣誉。王仁美提着一个大包袱走出来，我拦住他，说到哪里去？你甭管。我拉住他的包袱，不放他走。他从怀里摸出一把剪刀，对着自己的肚子，眼睛通红，尖利的叫着：“你放开，跑！”母亲尖叫着。 我自然清楚王仁美的脾气，你走吧。我说，但你逃脱了今天，逃脱不了明天。无论如何，必须做掉。他提着包袱，急匆匆地走了。女儿张着双手追他，跌倒在地。他不管不顾。我跑出去，把女儿抱起来。女儿在我怀里打着挺儿，哭喊着找娘。我一时百感交集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母亲拄着拐杖。 颤颤巍巍地走出来，说：“啊，让他生了吧，要不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”第七章晚上，女儿哭叫着找娘，怎么哄都不行。母亲说：“去她姥姥家看看吧。”我抱着她去岳父家敲门，岳父隔着门缝说：“万小跑，我女儿嫁到你家就是你家的人，你跑到这里找什么人？要是我女儿出了事，我跟你没完。”我去找陈鼻，大门上挂着锁。 院子里一团漆黑，我去找王干，敲了半天门，一条小狗在大门内发疯般的叫。灯亮，门开，王角拖着一根棍子站在当门，怒冲冲的问：“找谁？”“大叔，是我呀。”“我知道是你。”“找谁？”“王干呢、啊？”“死了。”王角说着，猛地关上了大门。王干当然没死，我想起上次探亲时听母亲唠叨过。 他被王角赶出了家门，现在到处打溜，偶尔在村里露一下面，也不知住在哪。女儿哭累了，在我怀里睡着了，我抱着她在大街上徜徉，心中郁闷无以排解。两年前，村子里终于通了电，现在在村委会后边那根高悬着两个高音喇叭的水泥杆上，又挂上了一盏路灯。电灯下摆着一张蓝色绒面的台球桌。 几个年轻人围在那里大呼小叫地玩着，有一个五岁左右的男孩在离台球桌不远处的方凳上，手里摆弄着一个能发出简单音符的玩具电子琴。我从他的脸型上判断出他是元塞的儿子。对面就是元塞家新修建的宽敞大门。犹豫了片刻，我决定去看看元塞。一想到他为王仁美取环的情景，我心里就感到很别扭。 如果他是正儿八经的医生，那我无话可说。可他妈的，我的到来让他吃惊不小。他原本一个人坐在炕上自饮自酌，小炕桌上摆着一碟子花生米、一碟子罐头凤尾鱼、一大盘炒鸡蛋。他赤着脚从炕上跳下来，非要让我上炕与他对饮。他吩咐他的老婆夹菜，他老婆也是我们的小学同学，脸上有一些浅白麻子。 外号麻花，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吗？我坐在炕前凳子上说：“麻花，把我女儿接过去，说放到炕上去睡得踏实。”我稍微推辞，便把女儿给了他。麻花刷锅点火，说要煎一条带鱼给我们下酒。我制止，但油已在锅里滋啦啦地响，香味也扩散开来。袁腮非要我脱鞋上炕，我以稍作即走脱鞋麻烦为由拒绝。 他立腰无奈，只好侧身坐在炕沿上。他给我倒了一杯酒，放在我的面前。伙计，你可是贵客。他说：“当到什么级别了？营长还是团长？”屁！我说：“小小连职。”我抓起酒杯一饮而尽，说：“就是这也干不长了，马上就该回来种地了。”什么话？他自己也干了一杯，说：“你是我们这波同学里最有前途的。” 萧夏纯和李守尽管都上了大学，萧尚纯的老杂毛天天在大街上吹牛，说他儿子分配进了国务院，但他们都比不上你。萧夏纯腮宽额窄，双耳尖耸，一副典型的衙役相。李守眉清目秀，但不丹大福。你鹤腿圆臂，凤眼龙睛，如果不是右眼下这颗泪痣，你是帝王之相。如果用激光把这只烧掉，虽然不能出将入相。 弄个师长、旅长的干干是没有问题的。住嘴吧！我说，你到集上唬别人倒也罢了，在我面前说这些干什么？这是命相之学，老祖宗传下来的大学问。袁塞道：“少给我扯淡！”我说：“我今天是来找你算账的，你他妈的把我害苦了。”什么事？袁塞问：“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啊，谁让你偷偷给王仁梅取了环？” 我压低声音说：“现在可好，有人发电报告到部队，部队命令我回来给王仁美做人流，不做就撤我的职，开除我的党籍。现在王仁美也跑了，你说我怎么办？这是哪里的话？”袁腮翻着白眼，摊开双手道：“我什么时候给王仁美取环了？我是个算命先生，排八字、推阴阳、测凶吉、看风水，这是我的专长。” 我一个大老爷们，给老娘们去取环，呸！你说的不嫌晦气，我听着都觉晦气。别装了，我说谁不知袁半仙是大能人，看风水算命是你的专业，敲竹烟狗外带给女人取环是你的副业。我不会去告你，但我要骂你。你给王仁美取环，怎么着也要跟我通个气呀！冤枉，真是天大的冤枉！ 袁塞道：“你去把王仁美叫来，我与他当面对证。他跑没影了，我到哪里去找他？再说他能承认吗？他能出卖你吗？小跑，你这混蛋！”袁塞道：“你现在不是一般百姓，你是军官，说话要负责任的。你一口咬定我给你老婆取了环，谁来作证？你这是毁坏我的名誉，惹急了我要去告你。好了，我说。” 归根结底，这事不能怨你。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袁塞闭上眼，掐着手指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然后猛一睁眼，道：“贤弟大喜，喜从何来？尊夫人所怀胎，系前朝一个大名鼎鼎的贵人转世，因舍天机，不能泄露贵人性命。但我送你四句话，牢记莫忘。” 此儿生来骨骼清，才高八斗学业成，明登金榜平常事，紫袍玉带显威荣。你就编吧。我嘴上这样说，心里却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欣慰。是啊，假如真能生出这样一个儿子，元腮显然是看穿了我的心理。他似笑非笑地说：“老兄，这是天意，不可违背啊。”我摇摇头道：“可只要让王仁美生了，我就完了。”有一句老话。 叫做“天无绝人之路”，快说、啊，你给部队拍个电报，说王仁美并没怀孕，是仇家诬告。这就是你给我的锦囊妙计。我冷笑道：“纸里能包住火吗？孩子生出来，要不要落户口？要不要上学？老兄，你想那么远干什么？生出来就是胜利。咱这边管得严，外线黑孩子多着呢。反正现在是单干。” 粮食有的是，先养着。有没有户口，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我不信国家能取消了这些孩子的中国籍。可一旦败露，我的前途不就完了吗？那就没有办法了。袁塞道：“甘蔗没有两头甜。”妈的，这个臭娘们真是欠揍！我喝干杯中酒，侧身下炕，恨恨地说：“我这辈子倒霉就倒在这娘们身上。”老兄，千万别这么说。 我给你们推算了，王仁美是帮夫命，你的成功全靠他的帮衬。帮夫命，我冷笑道：“毁夫命还差不多。”往最坏里想，袁腮道：“让王仁美把这儿子生出来，你削职为民，回家种地，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二十年之后，你儿子飞黄腾达，你当老太爷享清福，不是一样吗？”如果他事前与我商量，那就罢了。我说。 但他用这种方式对付我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小跑，袁塞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王仁美肚里怀的是你的种，是瓜是瘤，是你自己的事。”“是的，这的确是我自己的事。”我说：“老兄，我也要提醒你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你自己小心点我从麻花手中接过沉睡的女儿，走出袁家的大门。我回头向麻花告别的时候，他悄悄地对我说：“兄弟，让他生了吧。” 躲出去生，我帮你联系个地方。这时，一辆吉普车停在袁家门外，从车上跳下两个警察，虎虎的闯进大门。麻花儿伸手阻拦，警察推开他，飞扑入室。室内传来噼里啪啦,啪啦的声响和袁腮的大声喊叫。几分钟之后，袁腮他拉着鞋子，双手背靠，在两个警察的挟持下，从堂屋里走出来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凭什么？ 元腮歪着头质问警察：“别吵了！”一位警察道：“为什么抓你？难道你自己还不知道吗？”元腮对我说：“小跑，你要去保我呀！我没干任何犯法的事。”这时，从车内又跳下一个胖大的妇人，“姑姑，姑姑摘下口罩，冷冷的对我说：‘你明天到卫生院去找我。’”第八章，姑姑，要不就让他生了吧？我沮丧的说：“党籍我不要了。” 植物我也不要了，姑姑猛拍桌子，震得我面前水杯中的水溅了出来。你太没出息了，小跑。姑姑说：“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我们公社连续三年没有一例超计划生育，难道你要给我们破例？”可他寻死觅活，我为难地说：“真要弄出点事来，可怎么办？”姑姑冷冷地说：“你知道我们的土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吗？喝毒药不夺瓶。” 想上吊给根绳，这也太野蛮了。我们愿意野蛮吗？在你们部队用不着这样野蛮，在城市里用不着这样野蛮，在外国更用不着野蛮。那些洋女人们只想自己玩耍享受，国家鼓励着、奖赏着都不生。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，面对着的是农民，苦口婆心讲道理、讲政策，鞋底跑穿了，嘴唇磨薄了，哪个听你的？你说怎么办？ 人口不控制不行，国家的命令不执行不行，上级的指标不完成不行。你说我们怎么办？搞计划生育的人，白天被人戳着脊梁骨骂，晚上走夜路被人砸黑砖头，连五岁的小孩都用锥子扎我的腿。姑姑一撩裤脚，露出腿肚子上一个紫色的疤痕，看到了吧？这是不久前被东风村一个斜眼小杂种扎的。你还记得张全老婆那时吧？ 我点点头，回忆着十几年前在滔滔大河上发生的往事。明明是他自己跳了河，是我们把他从河中捞上来。可张全，包括那村里的人，都说是我们把那耿秀莲推到河中淹死的。他们还联名写信，按了血手印，一直告到国务院上边追查下来。无奈何，只好让黄秋雅当了替死鬼。姑姑点上一支烟，狠狠地抽着，烟雾笼罩,罩着她悲苦的脸。 姑姑真是老了，嘴角上两道竖纹直达下巴，眼下垂着泪带，目光浑浊。为了抢救耿秀莲，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我还为她抽了五百 CC 鲜血。她有先天性心脏病，没有办法，赔了张全一千元钱。那时的一千元可不是个小数目。张全拿了钱还不依不饶，用地板车拉着他老婆的尸体，带着三个披麻戴孝的女儿。 跑到县委大院里去闹，正好被下来视察计划生育工作的省里领导遇上。公安局开着一辆破吉普车，把我和黄秋雅、小狮子带到了县招待所。那些警察板着脸，粗言恶语，连推带搡，完全把我们当成了罪犯。县里领导跟我谈话，我脖子一拧，说：“我不跟你谈，我要跟省领导谈。”我闯进了那领导的房间。 他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我一看，这不是杨林吗？当了副省长，保养的细皮嫩肉，我气不打一出来，画像机关枪开火，嘟嘟嘟嘟，你们在上边下一个指示，我们在下边就要跑断腿，磨破嘴。你们要我们讲文明，讲政策，做通群众的思想工作，你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痛，不生孩子不知道疼痛，你们自己下来试试。 我们出力卖命，挨骂挨打，皮开肉绽，头破血流，发生一点事故，领导不但不为我们撑腰，反而站在那些刁民泼妇一边。你们寒了我们的心。姑姑有些自豪地道：“别人见了当官的不敢说话，老娘可不管那一套。我是越见了当官的口才越好，也不是我口才好，是我肚子里积攒的苦水太多了。”我一边说一边哭。 一边把头上的伤疤指给他看，张全一棍打破了我的头，算不算犯法？我们跳到河里救他，我为他献血五百 cc，算不算仁至义尽？蝈蝈道，我放声大哭，说：“你们把我送到劳改队吧，把我关到监狱里去吧，反正我不干了。”那杨林被我说的眼泪汪汪，站起来给我倒水，到卫生间给我拧热毛巾，说：“基层的工作的确难干。”毛主席说。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。小万同志，你受委屈了，我了解你，县里的领导也了解你，我们对你的评价很高。他过来靠着我坐下，问我：“小万同志，愿不愿跟我去省里工作？”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我一想到他在批斗大会上的胡言乱语，我的心就凉了。我坚决地说：“不，我不去。这里的工作离不开我。”他遗憾地摇摇头，说。 那就到县医院工作吧，我说不，我哪里也不去。姑姑道：“也许我真应该跟他走，一拍屁股走了，眼不见心不烦。谁愿意生谁就敞开屁股生吧，生他二十亿、三十亿，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。我操这些心干什么？姑姑这辈子吃亏就吃在太听话了，太革命了，太忠心了，太认真了。您现在觉悟也不晚。”我说。 呸！姑姑怒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什么觉悟？姑姑是当着你自家人说两句气话，发几句牢骚。姑姑是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，文化大革命时受了那么多罪都没有动摇，何况现在？计划生育不搞不行。如果放开了生，一年就是三千万，十年就是三个亿，再过五十年，地球都要被中国人给压偏了。” 所以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。这也是中国人为全人类做贡献。姑姑，我说大道理我明白，可眼下的问题是，王仁美跑了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姑姑说：“他能跑到哪里去？他就在你岳父家藏着。”王仁美有点二杆子，把他逼急了，我真怕他出事。这你放心，姑姑胸有成竹地说。 我跟这帮老娘们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，摸透了他们的脾性。像你媳妇这种咋咋呼呼、动不动就要寻死觅活的，反倒没有事，放心，她舍不得死。倒是那种蔫儿古鸡的、不言不语的，没准真能上吊、跳井和毒药。我搞计划生育十几年了，那些自杀的女人都是为了别的事，这点你尽管放心。那您说怎么办？我为难地说。 天生不能像捆猪一样硬把他捆到医院里去吧，实在不行就得来硬的，尤其是对你媳妇姑姑说，谁让你是我侄子呢？如果我放了他，怎么能服众？我一张口，人家会用这事堵我的嘴。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听您的了。我说，要不要部队来人配合一下？我已经给你们单位发了电报。 第一封电报也是您发的吗？是我。姑姑说：“您既然早知道王仁美怀孕，为什么不早做处理？”我去县里开了两个月会，回来才知道的。姑姑怒道：“袁腮这个杂种，竟给我添麻烦！幸亏有人举报，要不接下来麻烦更大。会判他的行吗？依着我，应该毙了他。”姑姑愤怒地说。 他大概不光给王仁美一个人取了环，情况我们全部掌握了。你媳妇王家屯王七的老婆，孙家庄子小金牛的老婆，还有陈鼻的老婆王胆，他的月份最大。外县的还有十几个，那我们就管不了了。先拿你媳妇开刀，然后一个个收拾，谁也别想逃脱。如果他们外逃呢？姑姑冷笑道：“孙悟空本事再大。” 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。我说：“姑姑，我是军官，亡人美该留。但王胆和陈鼻都是农民，他们第一胎是女孩，按政策可生第二胎。王胆那样子，怀上个孩子也不容易。”姑姑打断我的话，嘲讽道：“自家的事还没解决完，反倒帮别人家讲起情来了。按政策，他们是可以生二胎，但要等第一个孩子八岁之后。他们家陈耳才几岁？” 不就是早生几年吗？我说、啊，你说的轻巧，早生几年？如果都早生几年呢？这个例子可是不能开，一开就乱了套了。姑姑严肃的说：“别管人家了，想想自己的事吧。”第九章，姑姑带领着一个阵容庞大的计划生育特别工作队，开进了我们村庄。姑姑是队长，公社武装部副部长是副队长。 队员有小狮子，还有六个身强力壮的民兵。工作队有一台安装了高音喇叭的面包车，还有一台马力巨大的链轨拖拉机。在工作队没有进村之前，我又一次敲响了岳父家的大门。这次岳父开恩放我进去。你也是在部队干过的人，我对岳父说：“军令如山倒，硬抗是不行的。”岳父抽着烟，闷了好久，说：“既然知道不让生。” 为什么还要让她怀上？这么大月份了，怎么留出了人命怎么办？我可就这么一个闺女，这事根本不怨我。我辩解着，不怨你怨谁？如果要怨，就怨袁三。那杂种。我说公安局已经把他抓走了。反正我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豁出这条老命跟你拼了。我姑姑说没事的。我说，他说七个月的他们都做过。你姑姑不是人，是妖魔。 岳母跳出来说：“这些年来，他糟蹋了多少性命啊！他的双手上沾满了鲜血，他死后要被阎王爷千刀万剐。你说这些干什么？”岳父道：“这是男人的事，怎么会是男人的事？”岳母尖声嚷叫着：“明明要把俺闺女往鬼门关上推，还说是男人的事！”我说：“娘，我不跟您吵，您让人美出来，我有话跟她说。你到哪里找人美？”岳母道：“她是你们家的媳妇。” 在你们家住着，莫不是你把他害了？我还要找你要人呢。人美，你听着，我大声喊叫。我昨天去跟姑姑商量了，我说我党籍不要了，职务也不要了，回家来种地，让你把孩子生下来。但姑姑说那也不行。原塞的事已经惊动了省里、县里，给姑姑下了死命令：你们这几个非法怀孕的，必须全部做掉，就不做，这是什么社会？岳母端起一盆脏水对着我泼来，骂着。 让你姑那个骚货来吧，我跟她拼个鱼死网破。她自己不能生，看着别人生就生气、嫉妒。我带着满身脏水，狼狈而退。工作队的车停在我岳父家门前，村里人凡是能走路的，几乎全都来了，连得了风瘫、口眼歪斜的肖尚唇也拄着拐棍来了。大喇叭里传出慷慨激昂的声音：“计划生育是头等大事。” 事关国家前途、民族未来，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国，必须千方百计控制人口，提高人口质量。那些非法怀孕的人，不要心存侥幸，妄图蒙混过关。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哪怕你藏在地洞里，藏在密林中，也休想逃脱那些围攻、殴打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者，将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。那些以种种手段破坏计划生育者。 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惩处。姑姑在前，公社人武部副部长和小狮子在她身后维护。我岳父家大门紧闭，大门上的对联写着：“江山千古秀，祖国万年春。”姑姑回头对众多围观者道：“不搞计划生育，江山要变色，祖国要垮台，哪里去找千古秀？哪里去找万年春？”姑姑拍着门环。 用他那特有的嘶哑嗓子喊叫：“王仁美，你躲在猪圈旁边的地瓜轿子里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的事已经惊动了县委，惊动了军队，你是一个坏典型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：一条是乖乖地爬出来，跟我去卫生院做引产手术；考虑到你怀孕月份较大，为了你的安全，我们也可以陪你到县医院，让最好的大夫为你做。另一条呢，那就是你顽抗到底，我们用拖拉机。” 先把你娘家四邻的房子拉倒，然后再把你娘家的房子拉倒，邻居家的一切损失均由你爹负担。即便这样，你还是要做人流。对别人，我也许客气点；对你，我们就不客气了。王仁梅，你听清楚了吗？望金山，吴秀芝，你们听清楚了吗？鼓鼓提着我岳父岳母的名字喊，大门内长时间鸦雀无声，然后是一只未成年的小公鸡尖声啼鸣。 接着是我岳母哭着叫骂：“万新，你这个黑了心肝、没了人味的魔鬼，你不得好死！你死后要上刀山、下油锅、剥皮、挖眼、点天灯。”姑姑冷笑着，对着人武部副部长说：“开始吧！”人武部副部长指挥着民兵，拖着长长的、粗大的钢丝绳，先把我岳父家东邻大门口的一棵老槐树拦腰拴住。肖尚纯拄着棍子从人群中蹦出来。 嘴里发出呜呜噜噜的叫声，这是俺家的树。他试图用手中的棍子去打我姑姑，但一抡起棍子，身体就失去平衡。姑姑冷冷地说：“原来这是你家的树，对不起了。愿你没有结着好邻居。你们是土匪，你们是国民党的连环保甲。国民党骂我们是共匪。”姑姑冷笑着说：“你骂我们是土匪，可见你连国民党都不如。我要去告你们。我儿子在国务院工作，告去吧。” 告得越高越好。肖尚纯扔掉拐棍，双手搂着那棵槐树，哭着说：“你们不能把我的树！袁塞说过，这棵树连着我家的命脉。这棵树旺，我家的日子就旺。”姑姑笑道：“袁塞也没算算，他啥时候被公安局捉走？你们除非先把我杀了。”肖尚纯哭喊着。肖尚纯，姑姑声色俱厉地说：“你文化大革命时打人整人时那骨子凶性哪里去了？” 怎么像个老娘们似的哭哭啼啼？我知道你这是假公济私，报复我。你侄媳妇偷生怀孕，凭什么拔我的树？不但要拔你的树，姑姑说，拔完了树就拉倒你家的大门楼，然后再拉倒你家的大瓦房。你在这里哭也没用，你应该去找王金山。姑姑从小狮子手中接过一个扩音喇叭，对着人群喊：“王金山家的左邻右舍都听着，根据公社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特殊规定。” 王金山藏匿非法怀孕女儿，顽抗政府，辱骂工作人员。现决定先推倒他家四邻的房屋，你们的所有损失该由王金山家承担。如果你们不想房屋被毁，就请立即劝说王金山，让他把女儿交出来。我岳父家的邻居们吵成一锅粥。姑姑对人武部副部长说：“执行。”练鬼拖拉机机器轰鸣，震动的脚底下的土地都在颤动。 钢铁的庞然大物隆隆前行，钢丝绳一点点被抽紧，发出嗡嗡的声响。那棵大槐树的枝叶也在索索的抖动。肖尚纯连滚带爬的冲到我岳父家大门前，发疯般的敲着大门：“王金山，我操你祖宗！你祸害四邻，不得好死！”情急之中，他含混不清的口齿竟然变得清楚起来。我岳父家大门紧闭。 院子里只有我岳母撕肝裂肺般的哭嚎。姑姑对着人武部副部长举起右手，猛地劈下去，加大马力。人武部副部长对拖拉机手吼着：“链鬼拖拉机发出一阵震动耳鼓的轰鸣，钢丝绳绷,绷,绷成一条直线，嗡嗡的响，绷紧，绷得更紧，绳扣煞进了大槐树的皮，渗出汁液。拖拉机缓慢前行，一寸一寸的前行。” 车头上方的铁皮烟筒里喷吐出圈圈套叠的蓝色烟圈，拖拉机手一边开车一边回头观望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帆布工作服，脖子上系着一条洁白的毛巾，头上歪戴着一顶鸭舌帽，上牙咬着下唇，唇上生着黑色的小胡子，是个很精干的小伙子。大树倾斜了，发出咯咯滋滋的声音，很痛苦的声音。钢丝绳已经深深地扎进树干。 剥去了一块树皮，露出了里边白色的纤维。王金山，你他妈的出来呀、啊！肖尚纯用拳头擂门，用膝盖顶门，用头撞门。我岳父家鸦雀无声，连我岳母的哭嚎声都没了。大树倾斜了，更倾斜了，繁茂的树冠哗啦啦响着触到了地面。肖尚纯跌跌撞撞到了树边，我的树啊，我家的命运树啊，大树的根活动了、啊。 地面裂开了纹，肖尚纯挣扎着回到我岳父家大门前。王金山，你这个王八蛋！我们老邻居几十年处的不错呀，还差点成了亲家呀，你就这样回我呀？大树的根从地下露出来，浅黄色的根像大蟒蛇拖出来了，嘎嘎滋滋的响。有的树根折断了，越拖越长，好多条大蟒蛇一样的树根，树冠铺在地上，像一把巨大的扫帚，逆着行进。 细小的树枝频频折断，地下升起一些尘土，众人吸动鼻孔，嗅到了新鲜泥土的气味和树枝的气味。汪金山，我他妈的撞死在你家门前了！肖尚纯一头撞在我岳父家大门上，没有响声，不是没发出声响，而是声响被拖拉机的轰鸣淹没了。那棵大槐树被拖离了肖家大门口几十米远，地面上留下一个大坑。 坑里有许多根被拽断的树根，十几个孩子在那儿寻找蝉的幼虫。我姑姑用电动喇叭广播：“下一步就拖到肖家的大门楼。”几个人把肖尚纯抬到一边，在那掐他的人中，揉他的胸口。王金山家的左邻右舍，请注意，姑姑平静地说：“回家去把你们的值钱东西收拾一下吧。拖到肖尚纯的房子就拖你们的。”我知道这没有道理。 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。什么是大道理？计划生育，把人口控制住，就是大道理。我不怕做恶人，总是要有人做恶人。我知道你们咒我死后下地狱，共产党人不信这个。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，即便是真有地狱，我也不怕。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？解开钢丝绳，把肖家的大门楼套住。我岳父家的左邻右舍们。 一窝蜂拥到他家大门前，拳打脚踢，那门扔破砖烂瓦到院里。有一个还拖来几捆玉米秸子，竖在他家房檐下，高叫：“王金山，你不出来就点火烧房子了！”大门终于开了，开门的不是我岳父，也不是我岳母，而是我老婆。他头发凌乱，满身泥土，左脚上有鞋，右脚赤裸，显然是刚从地窖里爬上来。姑姑，我去做还不行吗？ 我老婆走到姑姑面前说：“我就知道我侄媳妇是深明大义之人。”姑姑笑着说：“姑姑，我真佩服你。”我老婆说：“你要是个男人，能指挥千军万马，你也是。”姑姑说：“就冲着你当年果断的与萧家解除了婚约，我就看出来你是个大女人，人美。”我说：“委屈你了。”小跑，让我看看你的手。我把手送到她面前。 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名堂，他抓住我的手，在我的腕子上狠狠地咬了一口，我没有挣脱，腕子上留下了两排深深的牙印，渗出了黑色的血。他呸呸地吐着唾沫，狠狠地说：“你让我流血，我也让你流点血。”我把另一只腕子递过去，他推开说：“不咬了。”一股狗腥气。苏醒过来的肖尚淳像个女人一样拍打着地面，嚎叫着：“王仁美！” 万小跑，你们要赔我的树，赔我的树啊！呸，赔你个屁！我老婆说：“你儿子摸过我的奶子，亲过我的嘴，这棵树等于他赔了我的青春损失费。哦”嗷嗷嗷！一群半大孩子为我老婆的精彩话语拍掌喊叫，人美！我气急败坏的喊叫：“你吵吵什么？”我老婆钻进了我姑姑的车，探出头对我说：“隔着衣服摸的。”第十章。 我们单位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杨主任来了。杨主任是一个军队高级。